从哥贝克里什镇出来，就一路打算前往马尔丁，也就是和叙利亚边境的这一个口岸的城市。哇，这么大一片乌鸦，我的天哪！我靠，看得像那个我们上次在马来西亚看那个叫什么《生化危机》是吧？我了个天哪！满坑满谷的乌鸦。到了马尔丁，一进城市就看到了骆驼的雕像啊，说明这个地方以前也是靠骆驼在这里做运输的。我们到了马尔丁啊，这个在圣经上也曾经记载过的太阳之城，因为它整个颜色，城市的颜色都是金色的。到了马尔丁，我们就先到他们最大的这个商场，到这个商场里来，我们来解决一下肚子的问题啊，吃点，因为昨天在那个的商场里吃的那个快餐觉得特别好吃，所以我就打算在这个商场里来吃点快餐，吃完了以后去酒店入住。哇，也很现代化啊，这个城市有非常非常多的库尔德人，是从叙利亚由于战争嘛，难民跑到这个地方来。这里像是他们中心城市的一个豪华的商场，我们去找吃的啊，又是黄金，又是黄金，哎呀，全世界的人民都喜欢黄金，到处都是。哦，金光闪闪，下面就全是宝石。我了个去啊，这么时尚啊，奔驰宝马，哦，劳力士，哇，厉害啊，玛尼什么都有啊。黄金皮带啊，买一根去腰上别着，下次没饭吃的时候随便抠一点下来。好了，我们到了它的三楼，这个地方就是餐厅了。哎，这个是炖菜的，也是快餐吧。哎，有没有闻到一股靠卡姆的气味？靠卡姆啊，我好像是有点啊。哎，大概想吃那个靠卡姆想疯了啊。这么大的一家当地肯德基。这里妞妞要吃冰淇淋哦，马卡龙都有。你要吃什么口味的？牛奶的，哪个是牛奶？这里的服务员都感觉好帅的。对呀，一个一个都英俊的很。说他好帅，他听懂了是吧？听懂了是吧？嗯。真的啊，这长得真的一个一个都跟电影明星一样。How much? Four. 啊 ，OK. 40是吧？嗯。Four 哦，四块钱，那也就两块钱人民币。便宜吗？嗯，那是物价真低的嘞，以为是四十，是吧？而且他们的这种做个手势都很潇洒的样子啊，哎，然后摆一下那个大拇指啊什么的 ，Thank you。Have a nice day。看看，好，我要来吃这一家了。这是什么？布丁。哦，就那个布丁，哎，这个布丁也挺好吃的呀。米布丁。是的。怎么不是？是的。哎，有这个羊汤。炖羊汤，我也要吃这个，我也要吃这个。我吃这个。好。米饭可以的。那个快没了，就肯定是很好吃的。我来了这个。道理也对啊，大家都喜欢啊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好，我们坐这边啊。哎，这个是个啥玩意儿啊？青椒里面放米饭放肉。青椒面包。嗯，这个真的还不错。我去拿一个可乐吧。我去拿个可乐。那那有什么要喝的吗？我就要喝这种瓶装的可乐。瓶装的感觉好喝，下面是苏打水，要不要？苏打水好。你自己拿。牛牛拿一瓶普通水呗。对。
不可以上上面那个好了吧？换就可以。可以了。好，又先上大饼。这个可乐又不太一样啊，这个可乐的盖子不一样吗？这个盖子也挺漂亮的，这个盖子我要带回去了。这是啥啊？这是你饮料的那个，算了。沙拉，这些又是免费的啊，都是包含在里面的。还有这个甜品也是包含在里面，他们可能这种是必备的吧，大饼啊，甜品啊，沙拉。来吃吃这个甜品看啊。也不是甜的呀，这是酸奶，酸奶泡薏米，但是也不是咸的，就是酸奶。我的这块大羊肉啊，羊排，胡萝卜。好了，吃完饭了，商场里面随便溜达一圈，我们就打算回酒店去躺着了。吃了躺啊，这个是我一贯来的作风。商场里看到哇，这家咖啡很漂亮啊，伦敦咖啡，1863年。到了这边啊，就要跟我们合影啊，回头看我们的人啊，就越来越多了。你只要往前走，你一回头，一定是有人在看你。你看到，这两哥们又在看我，是吧？永远这样。以后啊，我走在路上，如果不能引众人注目啊，我都会不习惯的。这里不能多待，待多了真的要养成这个习惯。我过气了吗？难道没人看我的话，是吧？就到这样的感觉。小朋友在这玩游戏机啊，就这样扔了，不管啦，跑啦。甩着手就走了。哎，这里是个电影院啊，有什么电影我们去看看。哦，有蝙蝠侠，也只看得懂一个蝙蝠侠。卡梅拉？哪里有卡梅拉？啊，卡梅拉。 Excuse me, one ticket how much?啊25, OK, thank you. 25, Lila, OK, thank you. 全世界的电影院都有卖爆米花的啊，它一张电影票25里了，才10多块钱，好便宜啊。China, bye bye. 都很热情，真的都很热情。又到了这个 MM 啊，好，拿个小筐吧。进去买一点吃的喝的。哇，水果这么丰富的啊，还有这样的叶子。18，那相当于9块钱一个。这叶子还有水吗？对啊，怎么这么小，它就长这么大的吧。不是，这个叶子就是。这个是什么没长大的叶子啊？不是。这个就是在动画片里老师看见的那种叶子。动画片里老师看见的叶子。OK, no problem, yeah. 来了就是 ,Hello. 很热情就来问我需不需要帮助。我这叶子为啥有3个洞？是不是晒干了你说。哎，这个就是柿饼吗我们的。对啊。买一个去，我要吃的柿饼。你确定吗？买一个呀。你不感觉它像发霉了一样吗？怎么会发霉呢？它就是这样的，你懂什么呀？你摸看啊，很硬的，怎么可能？柿饼很软的呀。来，买一个试试嘛，买一个试试嘛。我姥爷特别爱吃柿饼，对吧？是柿饼。哇，它一壶油要卖掉60多块钱人民币啊！油是卖的贵的哦。什么东西当零食吃的？就是他们辣椒干，你看，像当零食吃，像话梅什么水果干。但是这个辣椒一点点都不辣的。对，甜椒。甜的，嗯。走吧，我们往那边吧。好。面包肯定是极其便宜，对呀、啊，我一猜就是3个里拉、4个里拉的。奶酪，各种奶酪。啊？什么叫什么 burger？ 那是铜锣烧叫什么 burger？ 它也有铜锣烧的。是放冰吧。这是冰棍儿，冰棍儿没法弄吧。这不是开的啊，这种软糖呢在卖呢，也就29.69块，那也就14块钱啊，加果仁贵一点，40块钱。哎呦，一个小朋友，这个水啥时候拿来的？这个水很漂亮啊，
它的这个水是真的很漂亮，六块钱六瓶，一块钱一瓶。巧克力，那天我吃的那个巧克力真的很好吃。找找，哎，好像就这种，就这种紫色的，好像是紫，就不是这个啊。你是黑的，对呀、啊，黑的一长条的，都形状颜色都。紫色这个也不会难吃的，给我拿一个，来，牛牛给我拿一个。我觉得不会难吃的，你不吃我吃，我要吃的。黑的那一条没看到。这个一看应该也不难吃，是吧？这个里面也是开心果，开心果巧克力。哎，它怎么都是加开心果的啊？榛子。榛子的，嗯，榛子的我也拿一个吃吃。好，可以了，不用太多，三个还不多啊。一柜子的星巴克咖啡啊，四块一毛六，那也就是两块钱一袋。拿两包呗，拿两包回去泡泡呗。原味的是吧？那咖啡拿铁，就这个。再拿两包吧。卡布奇诺要不要？卡布奇诺不要，就拿铁就好了，可以了。都是两块钱一包。到了超市啊，我们买了一堆方便面，买了一个这个是什么什么吞拿鱼啊，大概是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我觉得挺不错的。红烧牛肉罐头是吧？这个肯定很带劲。这一个不知道又是个鲨鱼，反正买了一堆东西，然后看到这里有比拉应该就是 beer 的意思对吧，买瓶啤酒，看看这里有什么觉得有趣的啤酒。那这个矮矮胖胖的我觉得不是挺好的，这个矮胖子我觉得我拿一听试试对吧，这个造型我也觉得很独特。也拿一个玻璃瓶的。哎呦，它开瓶很方便嘛，它是个就拉一下就好了，就这样拉一下就好了啊，可以。多少钱我都没看，哦，22，这个呢，这个17啊，17，差不多都要10块钱左右一瓶，超市里的价格。嗯，哇，那红酒便宜啊，这样一瓶红酒才56，那也就是20多块钱一瓶了。各个都是这样，56、64、84，对吧？真便宜啊！100多块钱一瓶。100多块钱的算贵了。那红酒是真的便宜。黑方的话和泰国价格差不多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699的话，相当于比泰国贵，要400块钱了。300多块钱。400，350啊，350。这个呢，这个100多，跟这个跟泰国差不多价格啊。发现一个苹果，而且是啃了几口的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啊，在那里拿了一个啃了两口就扔在这儿了。是牛牛发现的。好，我们这里买单。哦，这里的梦龙是真的便宜啊，梦龙的话折下来是5块钱人民币，6块钱5、6块钱，在泰国对要10块钱左右。梦龙是真的便宜，牛牛要不要买一根吃吃啊？你那个咸的是吧？那这个原味的肯定不会咸的。哦，这个巧克力的肯定不会咸的。你上次也巧克力的。上次好像说我不知道，那你拿一个试试。那真人的这个肯定好吃，这个肯定好吃的，拿一个吧。拿个试试。好。我们买了那么一堆东西啊，我们看看最后花了多少钱。我估计最贵的肯定就是这两瓶酒。酒是200，不对，他是怎么在算价钱？最后价钱在哪里？两百多吗？他继续刷我们的，271，290，308，是吧？买了一堆零食啊，冰淇淋啊，还有我的啤酒应该算贵的，总共下来是308。308的话，相当于150人民币啊，就150人民币。然后给牛牛买的冰棍儿，他怕是咸的，他不要吃，那就我来。
东西扭扭拎啊，冰棍我来吃，很好吃，不是甜的，跟泰国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好吃的。买那么甜的是啥？不知道。买什么睡衣啊？哦，这袜子，哎，袜子也蛮好看的嘛。袜子19.9一双，相当于10块钱一双。十块不到，8-9块钱。32，我不知道，我觉得是可能是三双收两双的钱的意思吧，所以我拿了三双，它正好三个颜色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反正先去买个单再说嘛。这个裤子衣服多少钱？不知道，199。199嘛，100块钱人民币，还不到一点。裤子呢？229也100多块钱，去吧，去买单吧。好，这套其实我挺喜欢的。哎，这套不蛮好看的？可是它是 XL 号的，超大。啊？就如果有一个稍微小一点的嘛，我要找一下。嗯，好。衣服特别少。啊，这个是小号的。小号的。行。哎，它的裤子呢？在里面。在里面，行啊，拿着吧。都好看，两套都拿着吧。都拿着吧，都拿着吧，走。一共510里拉，相当于我这里扣了229，那相当于220块钱，220.29块，220两套衣服。他的睡衣其实还挺便宜的，你想我是一件衣服加一条裤子，两套，相当于两件衣服两条裤子，我还买了三双袜子。嗯，划算的。这样的话算下来，可能袜子是19.9嘛。嗯。一双啊。对。100块钱一趟，差不多就这么个价格。走了，我要去躺着了，又逛了半天。